最高。嗯，他需要你把它压下去。我要再看一次，你再帮我闭。再低一点，可以的。我不用压上，对，但不要憋气哦。都回来。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旁边东西哦。他好做。不行，这个脚是抵着这个脚。等一下会教你怎么对着大家。就会做这样，然后坐在那个床上，但是床没有这么高。嗯，那两只脚都会停。对，然后一只脚坐这个，然后只是停五秒再放下来，就是做这个伸展。嗯嗯。弯身。左边的吗？嗯，左边的叫左边，然后做完之后就会就是热身嘛。嗯。基本动作。然后会做那个，就是。